刚刚在我们家搞卫生，然后翻到一个很奇怪的快递。什么奇怪的快递？难道里面是黄金和 money？ 这个要是在前两年，它比黄金还值钱。啊？比黄金更值钱？那只有钻石了。你掉在钱眼里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打开看一下吧。嗯，哦，大白，哇、哦！防护服，嗯，但是现在已经用不到了呀，所以他才奇怪啊。啊，那不应该早退了吧？肯定是你爸这个马大哈，只顾着买不晓得退。对，他自从学会了网购之后就疯狂买买买，你该教训一下了。确实，算不算家暴啊？我揍他不是家常便饭吗？啊，现在买都买回来了。你试一下，体验一下当医生的感觉。现在准备跳，哎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这跳进去。哦哦哦！加油，加油！对。那医生的感觉了，对，再拉链再拉上去，对，有什么感觉？你穿上，感觉变帅了。艾米的愿望是长大当一名医生，今天刚好让他体验一下。对，但是我感觉我怎么穿上这个防护服，有一点像长着一张人脸的勺子呀。勺子医生要给我们表演一段什么舞蹈？甩手舞，放音乐，来了，止了啊。哟觉不觉得姐姐刚刚像个傻屌样的？啊，说你呢？啊，我多帅气呀、啊！傻子一个。我只是图一乐而已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就给我们点一个小爱心吧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结束了，我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